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冠，欢迎收看今仔日六月二十六号的婚礼新闻。婚礼的本座规矩也是无改，当然是对今年的三月份开始，这本座干那有入无出，现在数量已经达到八千多栋。贵州的本座山大约是有四楼高，也破了当然是的纪录。这几天加上天气炎热，或者本座山也传出阵阵的臭味。那是附近的住户挡袂掉，当然市公所也已经无法度搁再来修本座。今仔日关议员、当然市民代表甲市长谢秀佳就表达立场，希望官府会当来斗三工，赶紧协助处理。那么对这礼拜时开始，只好停收公部门的本座来解决危机。为今年三月份开始，到了七本数都无得分化，一车一车收到好客的临时装文章的本数是愈肯愈多，等到现在已经达到八千栋，像一座四楼高的本数山。到了七公所今日也向地方民意代表到现场表达无奈，表示这已经不是地方公所有法度处理的。减量、垃圾分类、清净在源头，斗六市非常非常认真，咱的行客嘛看得见哦。但是再怎么努力，每一间的粪扫还是爱修。咱起码看到的，这个垃圾山被清走啊！再多的建设哈，都是没有用的啦。垃圾不解决，哦，我们变成一个垃圾城市。你再多建多少公园，你要叫谁来参观？参观我们斗六市垃圾城吗？咱家里有一个无奈老，谁让你开老的修？我一定要把这粪扫堆叠烂到了去。有限的空间，当然是以交付垃圾为优先，所以第一个阶段暂停清运一定是公部门。哦，那第二个部分的话，我们再来说，也许接下来就有善意的回应了。婚姻馆本所无得分化，就换回把关切分化落地渣，才有机会来解决。这样，让馆内各乡镇市公所头毛的烧。这个东西，水底袂使坑，田底袂使坑，那要放哪里呢？今天不是我疑虑，今天是你看民意代表，我们的市民。大家不放心。婚姻馆环保局表示，目前馆内粪扫已经未完分化，但是愿意协助的馆企已经公平。地渣若无运回，粪扫的问题就免讲。环保局长林长洲指出，馆府唔拿车中用协助调度处理粪扫，也积极降低运回地渣的比例，针对地渣运用嘛在想办法。他有经过检测，都合乎国家标准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才敢运回来。怕他这个有疑虑，所以我们再检测一次。所以我们经过几道程序的把关，目前是都合乎国家的标准。那中央是挂背书保证，认为说这个叠加产品是可以做公共工程。那只是我们云林县以往是比较少用这个地方，所以大家会比较有疑虑啦。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建立一些信心，哦，由县政府的公共工程率先来使用。面对处理粪扫这个难关，环保局长林长洲再一次向各乡镇市呼吁，希望大家团结同心来解决。斗六市民代表会主席陈明忠表示，即位刚若无当着官府限定用协助，第一时间来无排除进一步发动抗争，为斗六市民争取权益。记者陈昌报道。